34岁女星吴佩慈昨日透露已怀孕4个多月，男友已于9月12日来台湾见过女方家长，并送上10.6克拉钻石定情戒，价值逾2700万元台币。吴佩慈开心表示：“我怀的应该是女儿，不过男友说我们家只会有一个公主，那就是我。女儿是要培养当 CEO 的，以后要替她爸爸管事业的。”吴佩慈更透露以后的工作规划，称想多专注在我热爱的 fashion 部分，我已经开始着手成立一个时尚购物网站，感觉自己会是个优秀的 buyer， 而且现在有了女儿，总算有人可以继承衣钵了。随后媒体致电吴佩慈经纪人阿信，对方表示一切该办的都办了，除了婚礼要压后，梦幻婚礼是佩慈的梦想，所以婚礼一定是会等身材恢复后再举行了，并透露期待浪漫的海岛婚礼。